26日，哈文发文向网友道早安，同上一条宣布李咏去世消息的微博时隔近一月，哈文再度在微博发文令人心酸，网友纷纷表示早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早安，又是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哈指导加油，你回来了，我莫名其妙激动手都抖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永嫂。